你看我你别想脱离我，我是恐怖情人。真的很恐怖啊。啊，你恐怖情人是不是啊？欸，我们直接当最下面到，要不要直接当最下面？我怎么粘不到墙啊？粘到了，好，我们像泰山一样，无情开档，我已经荡到，我已经有点，你知道，已经整个已经软烂到不行了，你看我，什么？电风扇哦！啊，那种三片式的电风扇，我没有骗你。什么鬼啊？你就一直按着上下左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右一直按上左下右，你这开始一个经历，最惨的是你到最后就停不下来了，停不下来吗？不好停下来，我觉得要反向，你要反向按，那就不给面子。的游戏作者应该要颁发一个奖状给我，专门在测试一些 bug 之类的。对啊，欸，你怎么荡到那边去了？要不然往哪边？我想说这边有一个东西，就往这边荡啊。一个柱子啊。对啊。啊！掉下去！哦。干你哭。啊。哇。哦。好烦欸。你按错手，不是，我以为我抓紧了，结果他那个视角有点卡住。哦，啊，干你啊，松错手，击败。哦，这游戏好自由，很自由啊。这游戏根本没有规则吧？没有规则，没有。他也没有规则是，他也没有叫你要破关啊。走啊！欸，我要上来嘞，我真的要爬上来嘞。那边到哪里啊？这边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。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. 啊！我看到你掉下去了。阿和，我上来了。哦，天哪，还真的有这种破关方法哎！有，而且这个方法是被默许的，是正常的。对，这边有一个门要打开才能上去的。我们这边没有按钮啊，看来又只能用老方法。啊，这里啦，这里可以跳过去啦。这里，这里。哦，然后呢？哦，破关方法只有一个。嗯，应该是。对，就是这一个。可是我们是从，就是我现在尝试的这一个。你真是荡上瘾哎！是我的流派。荡荡流。对，荡荡流。我们就把门开了啊！没有，不是，而且也不是你那个方向啊，不是方向的问题啊，
这流派问题，这是面子问题。对，这流派问题啊！如果我今天走进了你那扇门，那我要怎么对我的流派负责？懂我意思吗？不是说你什么门不门的问题啊，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看着我荡出自己的一片天。